这个点的话，打小木屋，往小木屋那边走是肯定有，肯定有人的。他是先知，他会提前走。他不是先知的话呢，他可能就跟我撞脸了。提前走了，先知看到没有？带云中漫步的，结实的娃娃是放的。还是个雷弱。哎呦，地下室送不过去了，地下室。他娃娃也在这边啊，说实话。他娃娃修了一半，这他为什么玩手机啊？不玩手机没问题了，我觉得他玩手机就有问题了。哦，原来是电机快压好的，怪不得。好，四哥都在这里。四个都在这里。
哇！等一下，但是那边要被救了。好吃。哎呦，我最喜欢的人没有刷出来。哎呦，开局是这个东西，不好吧？我带金身的时候就必撞空军。行吧。好的，他没双弹啊。两个人这里，好的，那么这个金身就可以发挥作用了。这边有个娃娃，把它控了。他想娃娃救人。哦，不是。哇，你大爷！真的，你不要救了吧？好，哎，不该挂这个椅子的，我要先挂结石，先挂结石再去那个的，先挂结石再去挂空军呢，应该。爽，但是调香师的香水已经没了。谁踩的？
他板加速走掉了，那幸运儿可以走了。直接亮了，哎呦，直接亮了，因为这台其实最后一台机啊。你别吧。他去救人。上。他可以走，比较走啊。正常来讲的话呢，嗯，他也是可以走的，因为这好像是可以自摸的。对，最起码这局他们也可以走一个，对吧？他有个球拉走了，把他捞起来，因为是没卡半的，他没必要卡这个半。